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开箱的图影片。这个物件呢是 Sparket 甲 Lamigo 合出的亚光棒球的 Lamigo 纪念版。这个纪念版是为了纪念 Lamigo 这个品牌的消失，因为这个球队已经卖给日本的 Rakuten 了，所以出了这个纪念的商品。其实呢，Sparket 萃取的亚光棒球，你会当伫网络上应该拢买得到。因为伊挂南美国这个 logo，其实坦白讲，其实有加一寡吼。所以你若只是想要耍亚光棒球的话，其实你无需要去买着这粒球。这粒球你若是去想要买，应该找一个应该可能也阁有吼。这就是伊顶悬亚光甲光刷点开的新款。这个球呢，所以，即个亚光棒球是为着讲，比如讲，你若是咧一个光线较无好的所在，你要做 catch ball 的时阵，你看会着球。但是伊嘛有伫咧说明当中有建议讲，你若要做 catch ball 是会使，你若要拱摕球棒来拱，可能着无法度，因为伊应该讲伊着毋是本来棒球，所以伊的迄个强度甲本来的棒球来比呢，着无遐好吼。即摆咱来做一个开箱的动作，拍开了后呢。你会当看到，吼、哦，就遮简单，吼、哦，球本身就是先安尼，吼、哦，则有一个即个拉米戈的 logo，为即个球团2003年甲球队买来，甲2019年甲球队卖互拉古腾，边啊有拉米戈，thank you 拉米戈，就是上尾啊是拉米戈的即个，算一个 logo，我、拍开了大概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则是。到光线的所在，伫咧包装内底呢，咱拍开来看，你有看到后壁有小块一个南美国的一个 logo 伫顶端，吼、哦，伊嘛有加一粒电池，佮一个即应该算是防伪标签，吼、哦。咱即马来等下，特别甲电池倒落去看卖，即拍开了到底是生成啥物款。另外伫咧倒电池之前呢，互大家看一下，即就是内底佮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，吼、哦。球体、球身安怎放电池？吼、哦，伊嘛加一粒 A23 的电池。过来就是即敢若一个徽章的款，但是若看说明书呢，伊就是一个纪念币。吼、哦，咱即摆要来倒电池啊！要倒电池呢，就是伊即边往即边装好开，吼、哦，摕一个10块，甲装好开。就会当佮摕出来，但是我摕袂出咯。哦，其实就安尼就出来，所以你通看到亚光棒球内底是空的，伊即敢若是一个塑料者，啊，再佮刷抹一块油，互伊较好顶。所以呢，你有手可能啊，手里莫用着。拍开了，安尼就给咱放一个即固定的角度。好，咱再来把即个电池泡开，顶管有油啦吼。实在是伤油啊，所以我切一个。我毋知这是调光的还是。设计上无好，抽开了，你会看到内底就是予你放电池的所在，伫遮，吼、哦，电池位遮放落去，放落去了，下面是顶端是正，下面是负的，甲咱一般的电器是共款的设计。但是坦白讲，毋是做好投的。投落了，你就会发现伊一个蓝色的光线。再来，咱把这砍倒去，我本身也砍倒去。砍倒去了，哦，这种油油。真是，搁位再倒落去，啊，再甲抓起来。
这就是亚光棒球。感觉如何呢？真正放咧亚光的所，感觉是如何呢？咱甲电话经过看卖，你就知咯。好，所来咱准备要甲电话经过互大家看，啥物叫真正亚光棒球？哦，你咱看到就是，敢那会发有蓝色，较偏蓝色的光，所以有这个光线了后，你要牵球、要做 catch ball 的时阵，基本上你是看得到球的。像咱即摆房间是完全无光线，你就当发现其实这光度我不离遐光。哦，啊，当然你看这是咱讲的缝线的所在。也是拢看得到，啊，主要是伊是安尼一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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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互你看得到。其实呢，光线本身也 OK， 你要做科技报嘛 OK， 但是咱可能若毋是讲常常咧做科技报的时阵，你着无咧用的时阵，你着爱甲电池拔啦，因为伊本身是无开关的。啊，我嘛看到有人咧分享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物件伊嘛毋是讲定来要做科技报，他们讲因为这是计量球，你科技报估了，这顶悬会嘛会垃圾去，啊，你计量球垃圾去，敢那嘛无啥着，所以我会看到有人去，比如讲一寡卖场，比如伊去啊，还是讲倒位去买一寡 LED 的小灯，啊，拄好合的伊个合的即个卡座，啊，当做小夜灯来用。光度本身，咱来讲，你要讲像一般二公灯遐光是无可能，但是这个光度，我感觉真正要做小夜灯，真正是会使。所以，这就是今日的开箱。那当然讲，南美国机纪念版即马要找有，但是可能渐渐的无遐好找。但是你若是要有一个特别的，你真正要小夜灯，还是讲你真正要做 catch ball， 我是感觉会当考虑一下，考虑买一条几百块光。本身嘛无贵，当作一个装潢家具安尼，这就是今日开箱，多谢大家。